那今天呢，一样的就是在家乖乖的在家的一天。好啦，那现在呢，我要开始吃我的早餐。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呢？来介绍给你们看看。哇，有这个炒面，还有炒饭。早上一起床有早餐吃是最幸福的事了。好啦，我要开始吃早餐咯。刚吃饱午餐，所以我现在要吃我最爱吃的玉蔬酥。哒啦！哇，你看还在冒着烟。刚刚收到了我的包裹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开给你们看。这个先吧。有时候买太多东西啊，真的不记得自己买什么。相信你们跟我一样吧。看得出是什么吗？口罩，上网订的口罩。这样子。亮丽润颜精华霜，精华霜，我都不记得我有买这个，而且还买这么多，应该是买二送一吧。2022年 expire date。煮饭时间到，今天我们会煮 broccoli。carrot， 还有就是这个小白菜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小白菜。OK， 还有鱼，还有。是不是很大？大，超大的，看到没有？比我手还要大好可怕！我等一下把它切切切切切切切就可以了。这个一定要大火，要不然
厨师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大厨师的帽。哇哇哇哇哇哇！现在呢，我就是要开始炒菜，那全部加在一起。一样哦，也是爆香。今天就把蒜米呢，就是切到比较小片一点，昨天是比较大片。这个就是刚刚煮好的酱，稍微有煮了一下，然后呢，待会就是要蒸这只鱼，现在等它滚。滚了就可以把它放进去，这是金斑鱼。这鱼只需要等个10分钟或1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今天的晚餐好丰富哦。开餐，咬到嘴巴，好像流血了，看到吗？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太好吃了。这叫训练吃东西不要这么快。因为我以前哦，小时候就是试过吃鱼，然后因为我平时吃东西都非常快嘛，我不知道啊，已经习惯了，就是吃快快感觉可以吃很多很多，就觉得哇特别好吃。因为如果我吃慢的话，我只吃3-4口我就饱了，所以我吃快我就食量很大，我可以吃很多很多。然后说到鱼骨，那时候小时候也是吃饭很快，然后我还记得我拿一大块那个鱼直接吃，吃吃那整个骨被我吞进去了，然后就插在我的喉咙这边，就我一整天都不舒服。因为以前老人家就是说，如果你吃鱼然后骨头就是如果插在你的喉咙那边，你就一直吞米饭，就一直吞一直吞，可是我吞了整桶饭还是一样插在那边，然后没办法了，因为很不舒服很不舒服，然后我就拿个手电筒，还有就是开着嘴巴开很大很大，我很佩服自己可以把它拿出来耶，我就是这样子直接伸进去，我把它拔出来，哇，那一整天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，因为终于把那根刺拔出来了。所以吃鱼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，OK？ 超级无敌好吃，好新鲜的虾。其实我刚刚还担心这个虾，因为它太大只了，我还担心它不新鲜。没有想到，非常非常新鲜，非常非常好吃，很。洗好澡真的非常非常舒服，舒服多了。因为刚刚就是洗头，然后呢还有就是也敷了面膜，所以呢待会儿现在才9点钟，待会儿呢就是10点钟也是一样要看新闻。给大家看看我的睡衣是不是很可爱，好多粒眼睛在我身上。是不是很多眼睛？好啦，又是睡觉的时间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别忘了打开小铃铛。拜拜，晚安。